郎中，好吃的包子、面条、烧饼，好吃的。春正日，夏正时，因忙中，请此时，忙中，忙中，有忙的麦子快收，有忙的稻子可种，这是个繁忙的日子哦。记者要记录时节的美好。哇，哦，小心，啊，好重啊，你要减肥了。青仔，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袁隆平爷爷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，我希望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。哇，你的目标好远大。再远大的目标也要从小事做起，比如帮忙收麦子，这是农耕与节气的文化。这么大一片要收到什么时候呀？不如我们试着召唤一下芒种精灵来帮忙吧。物候相依，节气归位，芒种精灵快快出来收麦子吧。这次召唤真轻松，耶！好困呐，果然还是没那么容易。是不是生病了，春生？芒种弟弟这样昏睡下去会出大问题的，得想办法让他打起精神来。该怎么办呢？芒种，芒种，麦粒渐满，也许用小麦做成美食。有道理，走，咱们带点新麦磨制的面粉回去。哇哦！流浪的兽在外没吃的。我在这儿呢，想叫唤什么？老大，老大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走开，不要恶心人。找到小麦在哪儿了吗？老大，小麦没找到，但是我找到了更好的。82年的过期罐头。好香啊，真香啊。加油！哎呦！你爸爸也真是的，一工作就不知道吃饭。我给他送点饺子去。妈妈，你慢点哈，注意安全。厨房还有饺子，你们没吃饱自己拿啊。吃个饺子，赶紧醒过来吧。
不能喂东西吃。放心吧，我们是精灵，和人类不一样。我感受到了能量。可惜没有了，我也没吃饱。就这么点饺子还不够塞牙缝的，你们去引开他们。啊，难道是妈妈忘记带钥匙了？是天兽，居然敢找上门来。走，等等。懒虫还想吓我？我是被吓大的吗？这饺子包的太小了，我来个大的。他们躲哪里去了？看着他们到了这里，怎么不见了？看到他们了，别躲了。哼，老套的方法。你怎么看到我们的？他们在那儿。天兽，他怎么看到我们的呀？因为你没脑子，他骗你的。我最恨别人骗我了。春生，分身。那是我的饺子。算了，本兽不跟你计较。好大的饺子。厉害吧，我包的。糟了。小气的家伙。刚刚是年兽。每年公历的6月5日至7日间，就到了1年24节气的第9个节气芒种。芒种是有芒的谷类作物可种的意思。芒种在农耕上非常重要。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，雨量充沛，空气湿度大，要小心洪涝灾害。南方适宜种植豌豆等谷类作物，而北方正是收麦子的时间。芒种前后气温高，湿度大，人体心脏、肠胃等器官负担加重。芒种时期适合吃绿豆、薏米、山药、黄瓜、酸梅汤等食物。大家记住了吗？我是芒种精灵，再见。